最近咧就好多人啦，就係咁揾 mini size 係咁叫我哋，咁我都想解釋究竟 mini size 有幾細咧？咁佢咧首先我講個 size 先啦，佢就係10cm × 7cm， 咁佢究竟裝到啲咩咧？咁其實我而家就裝咗啲嘢落去嘅，咁我平時我會帶出去嘅嘢啦，咁我就示範俾大家睇。嗱，咁啊，首先我就裝咗包紙巾啦，一個粉餅，一個唇膏，咁我攝啲紙幣。還有攝一些卡在裡面的，那它呢裡面呢是沒有那些卡位的。我給你看粉餅，這一隻粉餅是圓形的，那它的肚是一隻這個 size， 箍子這個都差不多，其實粉餅就個個都。那之後呢就一包紙巾啊，之後唇膏啊，那呢還有個底呢我就裝了一支香水嘅咁樣啦，咁就咧錢啊同埋卡啊咁樣，咁佢依個袋裡面咧係有個裝唇膏位嘅，見唔見？佢本身係俾人裝唇膏嘅，咁咧依一款我就而家有現貨嘅都，咁如果有興趣嘅 inbox 我哋都可以嘅，咁我就介紹埋另外一隻粉紅色 size 先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仲有另外一款嘅，就係依一隻。咁我咧就放咗啲嘢入去。咁依一隻嘅 size 係11.5，即係成4cm 嘅。咁佢咧就比之前嗰個就係長啲，但係就窄啲。咁我裝到啲咩咧？裝到個粉餅啦，等陣啊，裝到依個粉餅啦。之後咧一支唇膏。咁其實咧裝包紙巾就應該啱啱好。咁我咧就裝咗個短銀包給大家看，就是這樣，這一隻它是卡片套來的，這樣那就它是這一款這樣的銀包，我是裝到剛剛好這三樣東西，那你這個可以變成紙巾的都裝到的 OK。 那就這個都是 mini 款來的，超靚超得意呢個，咁有興趣都係 inbox 我哋啦，我哋陸陸續都有翻貨，會有黑色啊、粉紅色啊，佢仲有一隻咧係淡粉紅色嘅，偏白色咁樣，但係睇深啲係其實係淡粉紅嚟嘅。咁有興趣咧，你就 inbox 我哋啦 ，thank you。